现在已经不是女人的专利了，不少男星也会选择戴耳环来展示不一样的柔性美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，哪位帅气的男星戴耳环才是最帅呢？一，吴亦凡。吴亦凡是现在公认的流量小生，颜值没得说，戴上耳环也不显得很怪异，还是很帅的。二，陈坤。陈坤的这个耳环虽然看着娘，但是在陈坤的颜值和眼神下，这耳环的效果简直爆炸，陈坤显得很 man。 三，蔡徐坤。最近超火的蔡徐坤，白色头发配这种长长的耳环，虽然白白皮肤显得稍微有点娘，小编不太喜欢这套打扮。四，谢霆锋。谢霆锋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是放荡的少年，不过这个耳环不说了，感觉好怪异。五，鹿晗。很多人都说鹿晗很娘炮，配上这个耳环之后，鹿晗显得更加的女性化了。六，华晨宇。花花自从减肥成功之后，颜值貌似上了一个新高度，配上这个耳环也不显得很违和，还是比较帅的。七，张若昀。张若昀长得比较有特点，